12月8日晚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深度报道栏目《世界周刊》播出韩国娱乐圈自杀魔咒专题节目。节目中指出，短短50天内，三位韩国艺人崔雪莉、具荷拉、车仁和离世，努力合同地狱式工作模式，不成正比的付出与回报，被迫整容，严控饮食，网络欺凌。那些镜头前光鲜亮丽的韩国艺人，私底下却可能经受难以言说的困难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